大家好，我是养牛胡哥啊。最近呢，好多朋友啊在直播间或者私信胡哥呀，说问呢，说咱们的这个牛啊，繁殖母牛啊，一天呢吃多少草，吃多少料正好？咋说呢？因为牛的大小不一样啊，所以每头牛啊吃多少也都不一样。但是你这个牛一旦喂的过多啊，导致牛过肥，它不爱发情啊。你这牛啊要是喂的少，它过瘦，它也不爱发情。而且你这牛喂的过多呀，总喂的过多还容易撑着不倒觉。咱们呢可以通过牛的体重计算出牛一天吃多少草，一天吃多少料正好。正常啊，说牛的100斤体重啊，一天吃1.5斤干草；牛200斤体重啊，一天吃1斤精料正好。然后啊，咱也可以呀、啊，在这个基础上啊，适当做调整啊。双击加关注啊，每天更新养牛技术啊。